Hello，大家好。这次要介绍的游戏《Tigris and Euphrates》，这是一款很经典的策略游戏，来自1997年发行的同名德国桌游。这款桌游在 BGG 这个全球最大的桌游网站上排名是28，而桌游有登记在案的有7万多款，所以说这个排名是相当厉害的哦。那么这款游戏有什么魅力在呢？可以让它的排名那么靠前？我们马上开始游戏。游戏中玩家会扮演这四个势力的其中一个。地点发生在西元前的那个两河流域之间，也就是所谓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。你的势力借由推派这四个领袖，来去发展他们各自代表的方面，总共有人民、商业、宗教，还有农业，每个颜色代表一款。然后并且建造那些建筑，来扩张你的王国。玩家在这个游戏过程中，能够充分体会到文明的经营建造，以及两方的权力斗争。然后游戏最后的目的是看这些旁边的分数，而且他们比的是游戏的最低分，也就是这四项最低的，然后拿出来相比。所以说这款游戏最好能四个方面都同时发展，然后尽量获得高分。那么，如果喜欢这款游戏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的官方下载去下载这款游戏。那么今天的介绍到这边，那么大家下次再见，拜拜。